尖端读者大家好，今天是尖端网络书店尖端谢谢你十万好礼惊喜抽的抽奖活动，活动时间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相信大家一定很期待拿到大奖吧。为了表示我们的活动是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请到我们的法务张佩峰先生来为我们现场做见证。那首先我们先请黄执行长来为我们尖端讲几句话。感谢各位读者热烈支持尖端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我们也顺利的这个圆满的结束，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今天要抽出所有的奖品给这些热情的支持的读者。那将来我们还会再持续的办啊，奖品会越来越丰富，也希望大家能够热烈的参与。谢谢各位，谢谢。我们这次的奖品非常的丰富，我们有最大奖是我们 iPhone 3GS， 然后总共会抽出一名，然后还有我们的华硕小笔电跟 Sony 的相机跟掌上型游戏机。那其他部分还有我们的一些彩妆的商品，比如说隔离乳跟保湿唇蜜。这边的箱子，抽奖箱里面是我们从十二月一号到一月十七号所有读者的订单的一些编号跟名字。那我们请法务这边来做一下见证，帮我们做拆箱的一个动作，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请黄执行长来为我们抽出我们的第六奖保湿唇蜜，共二十名。蔡佩林，24821136，周玉芬，24821126040，温子轩，24821116333，柯凯元，24821120041，谢义珍，24821119021，陈佳莹，24821116097，林继颖。24821122272，陈之宇，2482112876，万红一，24821124274，郭夏瑞，2482112827，黄梦思，24821124269，董佩林，24821121182，叶千玉，明光车行。2482111647，陈嘉欣，24821120016，李慧敏，2482112264，陈冠颖，24821116663，钟静怡，248213306，林锦麟，24821116311。黄于珍，24821123300，于艳荣，24821118001，吴嘉瑞，24821113611，李玉英，24821113592，林嘉文，24821112814，何之美是吧 ？H O S Z E M E I， 哎，24821114204。翁维婷，24821129240，郑燕优，24821133316，陈寻真，2482111823，陈怡欣，2482113738。首先我们抽出第一名掌上型游戏机的读者陈嘉怡，24821113921，苏雅慧，24821112593，刘克阳，24821122333。首先我们抽出第一名可以获得高感光夜光的触控相机恭喜杨素梅小姐，
248-211-1729，恭喜邱伟志，不知道先生还是小姐。248-211-3037。恭喜，可能是位先生吧，詹峰茂，248-211-3301，恭喜。好紧张哦，三 GS 会是谁获得的呢？哦，这应该是小姐杨之怡，248-211-2570，恭喜恭喜杨小姐。这次的颁奖活动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黄执行长及我们的法务张先生来做见证。那以上这些得奖者，我们即将会在尖端网站上的新闻上做公布。那各位读者，如果现在如果很紧张，是不是有得到大奖的话，赶快现在到我们尖端网络书店的新闻去看自己的得奖名单是不是公布在上面。那我们即将会联络这些读者们，然后请大家就是拭目以待这样子。好，谢谢大家。